好，我们云林熊猫观众大家好。这汤力圈目前为止呢，在我们云林虎尾啊，2017年的台湾灯区啊，我们在台湾灯区呢，当然呢，今年呢，号称呢是我们呢啊这个台湾呢有史以来呢最大规模的这个灯会啊，我们目前在灯会的现场。然后呢，来到这边，我们看到这一区呢是完全是电动的哦，这个灯会哦，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。现在在画面上看到是两头狮子，哦，两头狮子，这个是电动的花灯，啊、哦，然后呢，这里有非常多的呢都是历史故事，啊、哦，我们来带各位看一下五官斩将，啊、哦，这边是五官斩将，好，我们看到是关老爷，啊，这是历史故事。有没有？这个是电动花灯啊、哦，电动的花灯，这一区全部都是电动花。我们呢，这个2017年呢，我们的这个云林虎尾的台湾灯会啊、哦，在明天啊、哦，明天就是19号就会闭幕了啊、哦，所以呢。明天呢是还没有呢来参观我们云林台湾灯会的朋友，哇，最后一天的机会啊、哦！那我们看现场的情况。这些呢都是我们呢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历史故事哦，当然呢这个都是呢我们庙宇所提供的，也是弘扬呢我们呢中国人的忠孝节义的精神哦。那在这边呢啊，我们这条巨龙，大家看到这条巨龙哦，这是许愿池，其实啊是有人呢会投的这个钱币哦，然后呢在这个许愿池这边来许下呢2017年的一个愿望。看到这种呢电动的花灯，是不是让各位觉得很有特别的感受？有。有没有？最后我们来看啊，这边有一条龙，哇，这也是电动的，有没有？哇，所以整个呢，这个2017年呢、哦，这个云林灯会呢，哇，可以说呢，啊、哦，给大家很多的经验。谢汤力圈目前为止呢，在我们呢云林虎尾台湾灯会为你做的采访报道。